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介绍另外一种我自己发明的另外新玩法。可能一般老师都会玩，就是心脏病。不过呢，我在想这个游戏，突然想到，就是比如说你让小朋友分两组，然后抽到这个就，比如说小朋友喊出来 grapes，另外的小朋友要喊他抽到的这个，比如说是 grapes，那比如说你就设一个炸弹的，比如说你设小鸡好了 chicken，如果抽到 chicken，你就要赶快拍下去。然后呢，看谁最后拍就输掉，谁先下去谁先赢。那这也可以当做一种分组的竞赛。